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这个概念，他目标是要破我们的场内记录，破场内记录，钱差很多，180万哦。第二名是30万奖金，如果只是拿第一名，拿第一名是80万，第二名30万，哦，这样是50万。但如果今天是破纪录的第一名是180万啊。哦，如果以他现在这样跑的话，没有破真的太可惜。真的有没有人去提醒他一下？都吹了呀，100万的台币啊，应该是已经哦。剩下几百公尺而已，所以是该破这个记录了。哇，车子都进来了，我们看到。对，前导车已经进来了，已经进入到田径场边，41.5，剩下几百公尺了，600-700公尺。因为其实我们的表，我们现在转播上的表跟大会现场的码表大概差一秒，大概秒差只有一秒，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哦。来，一起为雷亚甘娜加油哦！待会在南京东路要左转进入台北田径场，然后就是进入到跑道。媒体摄影车现在也已经来到田径场的门口。今天2小时10破了。啊，2小时8分应该有机会，只剩下还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用。一分钟应该够哦，应该够哦，即将要转进到田径场的这个隧道拱门。小文都破了，破了。差一分。好，待会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入到隧道。现在罗亚甘塔，2小时9分02、03、04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有了，已经笃定破纪录了。恭喜罗亚甘塔，2小时9分18秒。哇哦！现场为罗亚甘塔披上完赛奖牌，跟披上大毛巾。其实另外一种就是拿给他国旗，现在刚在场内跑一下。